新闻首先要来关心来自嘉义县议会的消息。嘉义县在台藤湾出租民间经营的花社上路停业，被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征调作为集中检疫所，收治新北市新冠肺炎无症状以及轻症的患者，引发周边的居民上街一路恐慌。县府无公布检疫所，上午引发议员的痛批，要求公布检疫所。兼防疫指挥官的馆长汪正良当场要求卫生局长赵文华公布。嘉义县议会第十九届第十五次临时会十七号进行提案及三读审议，会中议员李国兴、蒋万金、王启礼以及赖清如炮轰停业的台糖花社上路被征调做集中检疫所不当，卫生局无公布周边的居民以及商家看到上路外口搭棚啊，有游览车以及客运载运技术确诊者到家进驻，引发居民的恐慌疑虑。有居民发现废气未去的环路地下水遭受到污染。立委讲，收治轻症会当，为什么人民袂当？还阁被依假消息发办？比如说饭店的话，它有地下室啊，你们车子就可以从地下室下去啊，就不用从就是走到这样子，人这样子让人家看了会担心啊，是否居家隔离，是否是确诊者，大家都会担心啊，有没有消毒，那就都会怕，更何况一些网络一直流传没有消毒啦，怎么样啊？是。走动啊，还有那个去那个开游览车的那个没有戴口罩下来抽烟怎么样？对不对？这些都造成地方上人心惶惶。所以我是觉得说，你身为一个局长，你既然已经当了我们的嘉义县那个卫生局长了，你就要有担当。赵华赵局长讲的也没有错了。他提供可能，县长，我跟你说，他可能提供可能的地点让中央去评估。当然了，县长，刚刚议员大家都讲说那个点大家有一点疑虑，没有，县长，我先说，我们会反应来处理，好不好？县长汪正良答应会提报花社上路集中检疫所报中央检讨，本土疫情爆发了后，收治新北市轻症以及无症状，其他外县市嘛有收治。专业管理出一点仔差错，马上检讨改善。卫生局长赵文华讲，县辖内总共有四处集中检疫所：台北市大同技术学院台北分校宿舍、台糖花社上路、大拿镇金中营区、中埔乡东方明珠饭店。最新新闻，钟乃新嘉义县采访报道。防疫如同作战，嘉义县启动了符合在地以及防疫需求的应变措施。首先，我们透过村里广播系统，让乡亲第一时间就可以知道政府要大家配合什么。不管是端午节，请大家打电话给亲友，请他们不要回来；或者是市场的分流管制跟开阀，都是借由我们动员村里长每天定时在做地方的广播。第二，我们录制了电话语音的宣导，挨家挨户固定时段拨电话给我们的乡亲。做一人拄着我会跟我讲，讲馆长，我有接到你的电话。而在大林大埔美泡茶群聚案发生以后，我们马上录制了专门为大林镇的防疫所做的版本，同样透过村里长做广播，包括整个所有的电话语音，那跟大家做提醒。所以我们希望在不同的区域做信息的告知，让防疫策略更加的灵活。第三，为了知道感染是否扩散，以及我们地方的乡亲，我们必须要安他们的心，所以我们发生确诊的村里，我们会做扩大 PCR 的筛检。因为发生集体的家庭群聚的案例，我们提升了 PCR 采检的量能，防止社区感染扩大的可能。卫生局人员第一时间联系医疗系统，不管是大热天或者下雨，他们都非常辛苦，在第一线为我们的乡亲来服务。团结防疫，守台湾，面对疫情，病毒才是共同的敌人。嘉义县做了相当多的防疫部署，我们希望民众大家可以安心，大家一起共同来打赢这一场战胜病毒的战争。输棋可以重来，但人生的棋局不能重来。加入 AI 科技特色班，设计属于你的未来。在嘉义县
永庆高中跟竹崎高中拥有专业的 AI 科技师资、软硬体设备以及大学资源，欢迎大家来报考 AI 科技特色班，无缝接轨世界酷科技。